这样佐藤的难度和完成加上是 3.8， 全空翻。好，今天站稳了第一组的上法，垫子后直，一个技巧串的完成，前屈，有些晃动，但是还是站在木上了。四叉跳接分腿叠环接倒叉，不错，这串连接没有问题。蹲转，静默舞蹈，横木数分180地主，横木倒叉，连接断开了，侧木的舞蹈编排。两周，不错，落地一小步，一组的下法。其实今天他在上木的时候，我还隐隐担忧了一下，因为他在团体赛的时候，他的上木的时候就断了。